有我有我不了了我王本不管老的少的跑就对了，因为印尼塞梅鲁火山四号再度喷发了。民众手机拍下的画面除了一片混乱还有哭喊声，但当现场黑烟窜上15000公尺高空后，麻烦的在后面。救援单位救出的伤患真的可以用灰头土脸形容，这里的连外道路通通被泥灰漫布，桥梁也遭熔岩摧毁，中断交通。想逃难的车辆还得用雨刷把挡风玻璃前的泥灰拨开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从民众拍下的画面，雨水夹杂大量泥灰，随便一摸手上尽是灰黑。这样子混乱状况当然影响到了救援工作。saat ini saya berada di kecamatan Candipuro, desa Sumberwulu, di balai desanya. Seperti yang di belakang ini adalah warga-warga mengungsi ke balai desa. 蒸汽喷发已经酿成一个人死亡。塞梅鲁火山高度超过3600米，是爪哇岛最高的山峰。自1818年以来，发生过55次强度2至3级的火山喷发。塞梅鲁火山去年12月也曾经喷发过，时隔一年，又有超过4300公尺高的火山灰云，让当地居民即使没有疫情侵扰，口罩、雨衣甚至斗笠，能够遮住自己皮肤的物件一样都没少。如今天灾再度重演，恢复家园，不知道又要花多少时间。三立新闻邓报道。